喂，大家好啊！翻屋企食完饭，攞真啲料嘅时候咧，睇真啲个图。而家夜晚10:35啊，星期五晚啦，就应该系唔包嗰间71嘅，唔包嗰间嘅71侧边嗰个嘅吉铺个位，咁就净系纯粹嗰个 Toronto Sports， 净系纯粹嗰个卖波鞋个位嘅啫。咁啊，争好远啦，咁就唔系7:5位啦，咁啊，普通一个五分位啦，咁就唔平唔贵，系咁咯。旺角啲市值都乱晒啦。好，各位买家睇翻之前我录嘅条片咧，但系总之就唔包个 corner 位咧，系个刮住个位。哇！对啦，成交咗9000万，而家就企咗呢个奶酪神街同埋呢个嘅女人街大单边嗰边个位置。咁啲心啊有啲要走嗰度嘅时候，窒声需要企过嚟呢边多啲啦。但系睇到近啲嘅 video 见到啦，嗰边咧就讲紧银行中心啦，即系永隆银行嗰度嘅时候啦，旺角地铁站啦。今日呢个位置就成交咗9000万，坚噶啦，住宅。咁係講緊啦，而家2022年嘅1月28日星期五啊，哇！大家就曬新年快樂，虎年快樂啊！小弟屬虎啊，24歲生日啦，就快多謝各個呢度嘅時候啦，咁就講緊係成交咗9000万啦，而家就晏晝星期五嘅5:53，同你轉緊望下先。呢度咧，呢個係龍峰。龍峰，如果你記得咧，啱啱我今朝早先至嚟 TVB 訪問完。龍峰咧前排就200万租咗呢間盤，就變咗9000幾尺嘅地方，但係而家減咗落嚟噶啦。同埋呢一邊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啊。收唔收到噶？要幾唔緊要，唔緊要得啦。你佢動喺度呢邊咧，呢個 corner 位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成交咗，唔係成交咗，而家叫租50万啦。前排高峰期就85万。咁望望呢一間嘅鋪頭，影下成龍大廈先。呢個成龍大廈，今日講緊咧呢個主宅1000万堅噶啦。咁就講緊咧個嘅exact 地址咧，就講係旺角通菜街61号嘅德發大廈地下嘅67号鋪啊，奶酪神街交界啦，建築面積190尺同埋345尺，加埋起嚟嘅時候咧，就講緊係535尺啦，闊就大概16尺，向住呢個通菜街啦，20尺就向住呢個奶酪神街啦，咁啊超級旺位嚟噶啦，樓齡43年，咁啊原本業主就2002年啊3000万買嘅，2002年3000万買。咁你計翻呢間嘅時候咧，差唔多估價處而家係 2.5% 嘅話咧，就租值即係大概18.75万就搞掂啦。呢啲位，喂，實得啦，呢啲位係嘛？18.75万實得啦，咁實得啦。而家就交吉啊、短租啊咁啦，類似係 exact 租值我而家未有揸喺手，但係我收到風就係交吉，可能係交吉啦。側邊個波鞋鋪係咪短租定點啊？我唔係好肯定啦。But anyway， 總之就可唔可以近啲試下睇下？再向向先。咁啊呢一頭嘅時候咧，望住呢個位咧。咁就覺得喂抵喎，真係9000万，有錢買唔到啊！呢啲位分鐘市況好翻啲嘅時候，上翻嚟30-40万呢啲一啲都唔難啦。咁我感覺啊，呢個但係今日重災區啊，冇計。因為望下呢間鋪旺市嘅時候啊，講緊2014-2015年嘅時候，講緊租值係150万嘅，850-860万。咁啊，而家只係放租就50万啫。咁啊，講兩口價30-40万搞掂，跌咗70%。咁所以啊，呢間就3000几尺嘅鋪，啱啱無線落訪問完就入咗去睇咗呢間鋪。呢間靚鋪嚟㗎，今時今日先咁平嘅啫。咁啊，如果得嘅話，租佢10年嘅時候，你喺度做生意賺啊。咁但係呢度等通關咯，人來人往都 OK 㗎。咁我覺得喂。7000万都系有钱都买唔到啊！呢位真系有钱都买唔到，我觉得呢个位再影一次楼上，影一次楼上呢啲位就唔会话咩博重建啊呢啲冇噶啦，不过就纯粹就系啲消费零售地点。咁啊，旺角咧叫做四大核心区入边跌得最少，因为有本地嘅消费，我感觉到一个7.5分位嚟噶，7.5分位嚟噶，因为始终9000万个额比较大啲啊，我唔敢俾得太高分。咁啊但系要等通关，通关就赚噶啦，唔通关咧，一日唔通关一日都难搞。7.5分咩？呢个靓铺嚟嘅，好。佢買家，我係買家，業主有冇放手？咁啊，款式嘅就咧平啲咯，我5000万以上每一間我就少買。咁啊，但係今年內地買緊鋪啦，買咗5間噶啦，繼續買緊。各位買家，